姐有问题，汪明荃冇得做港姐，司仪农夫踢爆，因为刁姐耍手段。新一辑嘅刁姐有问题，问题内容全部都系同 TVB 节目或者剧集有关。昨晚播出一集，其中一条问题要几位嘉宾选出对或错。选择包括汪明荃从没担任过香港小姐竞选的司仪，黄志文、黄君卿和赵希乐是同届港姐，刘善婷因2010国际中华小姐竞选延期而没有参赛，姚莹莹和何以云都曾参选港姐。四位嘉宾选择完之后，刁姐循例上都要问一问原因。曾担任港姐司仪的司君这个时候就说，我记得我们一起做港姐司仪时，份稿是叫我们问你，刁姐，为什么阿姐这么多年都无做司仪？你就说，喂，不要问这个问题啦，还逼个撰稿员改了份稿。最好笑是，当刁姐听完司君这个解释之后，还好惊讶地问大家为什么她要这么做。而另一位有份做港姐司仪的陆永就好认真地说，好像说是你当时用了些手段，搞到阿姐无得做，一定要你自己做晒，那时是这样说。陆永这个答案一听就知是乱说，但又确是创意满分，兼且激到刁姐即场除鞋作状要打她。事实上，身为 TVB 镇台之宝的汪阿姐，多年来担任过不少大show的主持，但偏偏从未做过港姐司仪。由早年的何守信、陈恩健、郑丹瑞，到中期的曾志伟、陈百祥，及至近年麦美恩、陆浩明，甚至连吴君如、曾宝仪都有做过。这个谜，怕且连汪阿姐知道都未必知道。